一个合格的艺人就是要会自己补妆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好了吧？因为要把多的那一部分甩下去啊，你只要留一点点在刷子上就好了。我年后会出一些 vlog，我还在想要不要来一个美妆博主，我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生气。因为我估计，就是可能，长辈可能不太会理解这些事情吧。就是怎么男生还要化妆呢？然后记得我爸之前听说我背了一个小奶瓶去机场了，然后他问我，你就那么想喝牛奶吗？当时。然后我戴绿帽子那次也是，我爸说你那绿帽子别戴了，以后别戴了，不合适。用师弟的话说就是，这是时尚，咱不懂。哎，还有人说我那个亮片鞋子丑，想吵架是不是？这么快就开始了吗？直播刚进行一半，我们就要开始吵架，进入到吵架环节了吗？我那亮片鞋子，我真的，我可骄傲了呢。我买的时候，我一度以为我穿不进去，然后我跟店员说：“你帮我来一个最大码。”因为那是女款嘛，然后我说：“你帮我拿个最大码，我试试。”他说：“你肯定穿不进去，因为我大概是42的脚嘛。”然后他拿了一双40的女码，就是我多大脚，他多大鞋，直接就穿进去了。一点都不挤啊，就是正常穿进去的。为什么要穿女款这件事情，我是要为自己辩解一下，因为就是你没发现男款的衣服都很素嘛，就会有一点，比如说都是一个颜色，然后比如说都是棕色呀，都是灰色呀，然后女款有设计啊，
对吧？我就是我们排除这个他这件衣服是的性别的话，就单拿出来的话，女款就本来确实就是好看一点啊。哎，这个说得好，时尚不分男女，优秀。这个叫陈廷漆的精品。年纪大了，接着往下说，年纪大了，下一句怎么样？谁年纪大了？我之前就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反的吧。我在20刚出头的时候，我喜欢把自己打扮成那种大人模样，就会穿一身黑或者一身很酷的颜色。然后我当时我看见那个，我看见我师哥，就是我大师哥，大维哥，然后他就总会，他比我大比我大6岁。我当时我就会在想，怎么会有人总喜欢一个男生，怎么总喜欢穿一些五颜六色的衣服呢？就大卫师哥，然后慢慢我也懂了。真的，我看了看我小时候的衣柜，就是年轻时候的衣柜。衣柜里面的衣服都颜色都可素了，就像这件衣服一样。然后现在的衣柜真是啥色儿都有，啥颜色都有。所以我今天要讲普通话呢，还是要讲东北话呢？我这些天都一直在家里面跟家里人讲普通话，不是，讲东北话。我觉得我要控制一下，我今天讲一会儿普通话吧。就普通话就会听起来比较官方一点。嗯哼哼，台湾腔，东北话，还有北京话，其实还粤语我还不会，然后台湾腔，就是说话会嗲一点吧，然后北京话会说话是往上，就舌头它有点伸不直的感觉。然后东北话就是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说东北话是因为，很好分辨，就是它的那个最后那个音都在往下掉，就说着说着，那个音调就掉下去了。其实我觉得最逗的是，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，辽宁锦州话，对吧？应该是就葫芦岛锦州那边的呀，就说话都是往上去的呀。就是你干啥玩意儿的呀？对吧？是不是有那味儿了？还有唐山话，唐山话也是挺逗的，挺喜欢。
所以今年回家过年的，什么时候准备回到工作或者学习的城市呢？会在家待到初几呀？初七哦，那快了，快了。大家今年，收到的红包多吗？多，这么直白吗？挺气人的。我今天发了好多红包。到你哥这个年纪，已经不好意思再收红包了，都要发红包了。这个跟赚多赚少没有关系，就是因为工作了嘛。有放烟花鞭炮吗？放鞭炮的时候会不会点那个叫什么引线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？我每次放那个，大家知道那个挂鞭吗？就是很长的那一种。然后我会把引线旁边周围的那一些鞭炮我都给它拿下去。这样的话，引线可能原来是这么长，然后拿完那个引线之后可以这么长。然后我就有时间可以跑了。然后因为今年在家过年嘛，家这边在限定的区域之外是可以放鞭炮的。我买了一个超级大的那个烟花，我以为它是会飞到天上的那种。然后我和那个我妈当时我们两个去放，然后。就那个烟花，因为我以为它会放到天上，所以我就没有把它那个搬到离我车很远的地方。结果它是在那种地上就炸开的那种，就是全都是五颜六色的火星，各种彩色的烟花就在地上就起来了那种，全都落在我车上面，就遥远的看着。这是车，这个是车，这边是烟花，全都浇在车上面。还好关了车窗，还没洗车呢，回去了一块洗吧。哦，我没看电影，但是我听说最近有几个电影还挺好看的，大家去看了吗？聊聊气运联盟，就我们那天，大年三十的那天，我们在群里面抢红包。然后，我记得开始的几个红包，别人都是几十，抢到的是几十，然后我都是一块两块那种最少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每个人都发了，大家相互发。
然后最后的最好笑的是，第二天收到了一条提醒，就是我们群里的红包大家没有抢完，然后又有一些钱又退了回来，可能是那个红包那个个数设置错了，设置多了。嗯，我不太会打麻将，就是这种娱乐类的这些牌呀、麻将什么的，游戏呀，都不是很擅长。可能是因为，其实就是，我觉得啊，为什么我自己分析了一下，为什么这些游戏类的我不是很擅长，就是需要，比如说需要动脑啊，需要学的，就是我会在想，明明都是已经很累了，然后需要休息的时候，需要放松，那如果玩游戏的话，还要动脑。我平时动脑已经动得够多的了，头发都快掉没了，还让我动脑，凭什么？谁说我脑子不太好使的？过分。然后之前我的那个同事跟我讲说，你得练练游戏呀。你不然的话，显得是不人生不是很完美，不是很完整。然后我就痛下决心，吃了几次鸡。然后，对，我吃鸡有一次的时候，我直接降落到了一个巨高巨高的塔上面，就那个塔，反正咋说呢，我也不懂啊，我以为那就往下跳呗，然后就摔死了，我也挺难过的。我说这不是游戏有 bug 吗？你都能让我落这上面，你不能让我往下跳，凭啥？现在凭什么已经成我的口头禅了？像一个愤青一样。一提游戏，凭啥呀？凭啥让我玩啊？哎呀，今天的那个吹风机的风力有点小，头发有点没有支棱起来。总往下掉。染头发，好久没染头发了，并不想染头发，现在每一根头发都这么珍贵，干嘛还要去伤害它们？
是不是？二旬的话，二旬，只要大家，因为二旬的话，肯定也还要歌曲量还要充足一些，所以，其实还是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，还是要慢慢一点点推进。所以大家要保持期待，然后不要很着急。别吹中分了，我吹中分怎样？我头发都是我自己长出来的，我想吹中分就吹中分。显老会秃，怎样？这样有刘海就不会就显年轻吗？谁说的？确定吗？年轻了吗？是要这样吗？就把这个门，把中分这个门关上。还关不上，开久了关不上。大家投票吧，哪一个好看？哪一种好看？我感觉我快把自己玩坏了，我还是分回来吧。你看吧，还是这样顺眼一点吧。我觉得还是这样顺眼一点。都珍惜我吧，我还有7分钟就要，下去了。我之前有一位那个发型师啊，不是最近的发型师，然后他应该是那种特别受人尊敬的那种，然后也是很剪头发，也是很厉害的，就是一哥的那一种。然后可能因为他可能是做那个男艺人的头发比较多一点，但他可能没有做过鼓手，所以呢，我那次我跟那个发型老师说，我说老师，我说我可能就是我等下打鼓的时候，我想把头发可以甩起来，所以可不可以不要喷干胶，然后也不要做那些那个胶之类的东西，就吹吹蓬松一点就好。然后他说：“哦，是吗？”然后就喷起来了。然后第二次，我说不行，我说我一定要跟老师，如果我跟老师讲道理，老师不听，那我就我说老师，然后第二次我再找他做的时候，我说老师，我上次你帮我喷完干胶之后我过敏了，我回去那个皮肤痒了，然后就特别不舒服。我说老师，这次咱别喷了哈，咱别喷了。然后他说，哦，那我换一瓶。
所以后来我见到那个老师，我都绕着走。没有卡，我是不知道讲什么了。唱歌不行吧？唱歌这件事情就还蛮挑这个设备的，需要什么百万调音师、百万修音师什么的。翡翠那次唱完之后，就那阵子不是因为那个，要每天都要那个发微博嘛，不是因为那个巡演有很多场取消了，所以想弥补一下大家，所以就坚持每天发一些物料在微博上面。然后，但是挑战翡翠那件事情就，那天那个微博发完之后，第二天我就自闭了，就后悔了。我觉得给我的这个音乐之路堵上了一扇门，退出歌坛了，封麦了，封麦了，再也不会爱了。但是我没跑调吧？应该没跑调，音准我觉得我听了一下还挺好，就是那歌太高了，音色控制不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房间太热的缘故，我真的现在我有点困了，我在有点困了，给自己扇扇风。所以，是不是要美好的时光都是短暂的？这句话要出现了。要不然再聊一会儿吧。下班，就今天这个直播，就用下班来形容就不是不太准确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一个工作，也没有，
也没有工资，也没有时长限制，所以就不算下班吧，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嘛。但是大家要体谅我一下，我真的有点缺氧吗？还是这个灯光晃的我眼睛有点累？我现在有点晕，有点困。我喝点水吧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我感觉是因为在家过年过的嘛，就今天气氛，我感觉好像没有上次直播好。上次就挺能聊得开的，然后这次我就感觉我有点，是吧？有点沉闷，气氛有点沉闷。是因为没吵架吗？来吧，吵架吧。吵一架吧，开始吧。还真有人敢跟我说，还说我笨蛋。和大傻子吵啥？你知道我今天我这个战术叫什么吗？叫以德服人。你看，保持微笑，然后静静的看你们说我笨蛋。冷暴力。谁说？我可去你的吧！你说话挺冲啊！乐乐腰上几层赘肉，这是个黑粉吧？
五花三层。我等一下再出就不是出油了，就是出汗了。我胖了吗？说真的，我胖了吗？没有吧？看你们说话真是太逗了，我能乐一晚上。来吧，有啥真心话就说出来吧，别憋着了，不用含蓄了。真心话时间，想说啥说啥。我敲这个那边会有很大声音吗？我就是，这个是职业病了，看到什么都想敲。Sorry 啊。想想我下次直播的时候要做些什么。
下次直播，嗯，打鼓可以。游泳的地方可以直播吗？我没有私人泳池，对吧？你要帮我包一个泳池下来吗？化妆其实可以。打鼓做饭，哎，有没有想一点有趣的事情啊？有没有想说出去兜兜风？其实我回国之后一直没有骑过摩托车，哎，有一个人懂我，这想说什么？我没有骑过机车，我只骑过买菜的，那叫什么？小踏板嘛，那个就是朋友的玩了一下，然后但是真正的重机车已经几年没骑了。小电驴，迪士尼，爬山，直播爬山，我干嘛要给自己出这么样的难题？密室逃脱可以直播吗？密室也可以直播啊。倒立，直播倒立，有画面了。滑雪，其实滑雪也可以。因为直播的话，都要有一个信号好的地方。对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今天为什么我不在家直播呢？其实家里面要在比外面要舒服啊。然后我也不能到大马路上直播啊，所以就，鬼屋。Vlog 会有的，还是会做的。整蛊气帘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我们最后说点什么，然后我就下去吧。大家有没有什么？新年愿望，新年愿望可以打出来，比如说想要不挂科，比如说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比如说想要赚大钱，或者是想要如果生病了的话，想要身体的伤病已经挂科了。那补呗，咋整？那还能咋整？我们最后2分钟把愿望说出来吧，然后我帮大家许愿嘛，好吧？我帮大家许愿嘛，看看都有什么愿望。要团综，这个你直接去找那个啊。考学，然后疫情结束，二巡，升本成功，去见我，长到1.78米，那比我还高了，有必要吗？
抢到七连的票，赚大钱，拿到驾照，高考顺利，高考快了，高考只要还有4个月了。减肥成功，减肥一定要慢慢来啊，就是每天少一点，每天都少一点，你就会瘦，不要想一口气一天瘦几斤，那样的话会适得其反。日进斗金，这个好。专业进步，好。二巡山东，考上一中，收购，谢谢，你的祝福我收到了。然后过6级，好啊。真的，二巡如果没有长春的话，那我真是太没面子了。我不知道我这个队长怎么当的了，真的，那我真的太失败了。还有日语，七连赚大钱，谢谢。其实就只要，做一些作品出来的话，其实，先考虑作品，剩下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，对吧？加薪，祝你加薪成功。好啦，那今天我的直播就到这儿吧，然后大家要过个好年。吃好，喝好，睡好，不长肉。然后开开心心的，该写作业的写作业，别老玩手机，别老玩电脑。没事给家里爸妈做点饭吃，刷刷碗，是吧？好了。晚安哦，大家，我也要休息休息了。那我关了。晚安，情人节快乐。